红尘，属下亲眼所见，司马孚已整杯饮下，半个时辰之内，必因乳糖不耐症发，腹泻不止。司马孚定然今夜写不完奏，新政必然无法呈现给陛下。 出来吧，不必再等了。汝等雕虫小技早已被我识破，我喝的是伊利舒化的乳糖，无乳糖更营养。